再混着帮一帮，红色就你懂得体谅，就你多用心买的人就你当归你热闹他用用心归你。基本上现在大部分主流的意识都是在争取所谓的反对草率通过服贸这个事情，然后希望可以实质审查，因为这件协议事关重大，影响非常多的层面，然后不应该是以行政条例的方式去通过，在法律效力上应该以同等是以比照国内立法的那个程序去办理，所以应该是要有民意机构，就是现在所谓的立法院去做实质的审查，而并非是用行政条例的方式去通过。这基本上大家主要的诉求是希望可以退回这次的协议，然后重新实质的审查。真正伟大的人是今天义务举行的律师团、医生团，还有那些有应该是有压力，上面是有压力的人，他们愿意站出来为我们发声，这些才是真正伟大的人。谢谢大家。网络上各方的资料都很多，然后希望大家是可以去搜寻你各种你可以得到资料之后，然后再自己去思考到底应该支持什么，然后不希望只是借由社会的舆论就批判我们。希望能够自己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是台大学生，然后有很多同学、校友、教授也都很支持这次的活动，所以就是一起来支持，众志成城。